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酷奇，今天要来玩的游戏叫做 One Step from Eden。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款游戏的时候，就被游戏的战斗风格深深的吸引，完全就是 Rockman Exit 的版本。后来看了作者的推特介绍，也确实发想是从这边产生出的。来吧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游戏的全貌。哦，很多个角色哎。第一个角色叫做扎福，作为一名军事科学家，他擅长各种类型的法术，有咒语，有神器，有武器，这什么设定啊？上面的那些数字应该是像是消耗的能力之类的吧？我们就直接来开始，看起来超有趣的哎。上下左右是移动，等一下，上下左右 Q 继续，然后呢 ？Q W 是咒语，然后E是武器，哇，这个困难度好高哦。咒语全出使用完毕后会再度出现。Space 的话是你随时都能够洗牌 ，OK。哇哇哇，好帅！你需要帮助的我怎么帮助你？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想一下，我好着急，我好着急哦。Q 是咒语一，然后 W 是武器。Q 是咒语一，然后 W 是另外一个哦，一是一般的武器啊。然后 Space 的话是可以洗牌，然后每个魔力的值在下面，总共有三点。呀呀呀！等，好可怕哦！再洗个牌，不过真的没有什么牌好洗耶。Q 的话像是史莱姆一样，那 W 呢？冰剑，再次 Q， 然后等下 W 是什么东西 ？W 是闪电吗？哦，帅！然后每次要等洗牌洗完之后才能再有额外的咒语。OK， 干掉一只了。W， 有洗有洗有洗洗。啊，没有魔力。哇，那招好帅哦！我一直被打。我没有看到我的血量在哪里啊？哎，现在只是那个教学阶段而已。哎，玩得好紧张哦，超刺激的。哇，酷炫！而且雷的攻击力好高哦，大概能够打到100以上。然后我不能到敌方的阵营里面。哦，我了解了，我不能一直这样打，我要先打上面这个东西吧。他一直伸出怪物来。OK， 来史莱姆，没打到，再次闪电啊！闪电是距离哦，原来那个、我的方向的前方有一个像是定位的地方，就可以看到我打的范围有多广了。要走 ，Yes， 华丽的这个超刺激的，获胜选了一个咒语。有个叫做破壳的火力，破坏并使用上下的格子砸向敌人，获得两联动的效果。然后这一个是对三长，哦，三行哦，超多嘞，进行射击并施加双动的效果。碎片投掷，哦，上面还有图片呢。在随机敌方格子召唤两个碎片，碎片在 2.5 秒后爆炸，造成50点的伤害。哎，这两个都还蛮有趣的，我先来试一下这个好了。什么事啊？一，等一下要按什么东西？OK， 还有升级呢。接着呢，教学 Q， 练习使用咒语，准备好后，选择 Tap 前往伊甸的路线。还 Tap 还有一个 Tap 啊，我看一下哦。我靠，超帅的！这个是战斗啊，中间这个东西呢，我们来走一下好了。哦，这什么东西？有需要帮助？不要打他 ！No！等一下！谢！不要打人家！等一下！上面快死了！超扯的！啊，两个都死了！对不起，敌人的动作真的太快了。宅姆，然后 W 是刚刚拿到的东西，试一下，攻击力还蛮高的。发现神器风火轮，洗牌的时候获得敏捷6秒，别跑晕咯。然后跳，等一下，基本上要拿东西一样是拿 Q 啊，选择一个咒语解体，发射一颗岩石，拥有速动效果时可施发两次，获得两次的联动效果。骨质护甲获得40点的护甲，并粉碎相邻的格子。粉碎自己的格子要干嘛？好危险哦！魔法之爪，距离四格处发动 X 的攻击，并施加脆弱效果。哦，
解体好像联动效果还蛮有趣的，来看看好了。Level up， 又有一个神器啊！神器的话是 0.1 的回复，战斗开始时的治疗生命。哎，这很重要哎，治疗生命拿下好了。哦，原来我的生命在左上角，现在才看到。来吧，前进。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还是搞不懂哎。我只知道他们会一直打他们而已啦。不要打人家，打咩？打咩？我还受伤。我用我的身，回了100，然后被打了100。复仇，攻击最后一个击中你的目标，然后齐射。我方格子的每一个结构体都发生一轮。哦，好有趣哦。伤害的交换，这集造成另外一位法术的法术伤害。我们拿下复仇好了。哇，还有 BOSS 啊！接下来的这个路感觉是休息区耶，走下好了。哇，范围超大的。OK， 刚才是回血区啊。呀，阿布呢？这样很反应很快耶。太危险了！再来！嘿 ，yes， 迅速！每次都不同的东西耶，卡牌超多的，射击可治疗目标40点伤害，生命值啊！不需要，投射回力镖击中时回复2点魔力，并定住目标2秒，随机的格子射击五次，留下火焰，持续伤害耶，拿下。目前也不知道升级之后有什么好处。啊！回血！塔诺西，这什么东西？像兔子一样。哈哈哈！等一下，那什么东西？完全不解。呀！哇！凶巴巴，但是很烂。斜角光射，向对角线发射会反弹的光束，破格火力。破坏并使用上下的格子砸向敌人，获得2连动的效果。炸弹投掷，投掷炸弹摧毁时爆炸。摧毁时爆炸是我要摧毁的意思吧？它范围还蛮广的。破坏使用上下的格子，这个好像不大好，这有点危险。我们来拿一下炸弹好了。接着是，来了 ，BOSS 来喽！金翅手饰的 BOSS。你真幸运，那我没看到他说什么东西，你讲太快了，给我跳！哎呀！一旦，你们跳什么东西啊？要站在对应的格子上面吧，才能减伤吗？果然是这样子啊，那其实还蛮简单的。这什么东西？像喇叭一样，这可以打掉吧？100点生命而已。等一下，我反应不过来，太多东西了。对，用普通攻击就好了。没错，我都忘记了。我反应不过来，太多东西了。跳，我跳，不要急。呀，我漏了一些。还有，你还要干嘛？看起来很危险耶。果然有防住啊。赶快爆炸 ,yes! 打那个随机的火好烂哦，都打不到敌人。一道也是。音乐不死，确实。耶，这三小呵呵，这个是地图的选择吧？上面看起来跟火有关，下面是树林，然后下面这个像是沙漠一样耶。先来一个最上面这个好了。要帮我补血，吓死我了！果然是火山地，哎呦，有伙伴耶，赞哦！走了，什么那像地雷一样的东西耶？把它踩掉好了。
他拿不到，我的命中率也太低了。但是炸弹意外的还蛮好用的，举起护盾获得40点的护盾，耶！然后魔力药水恢复2点的魔力，使出另外一位法术并一起排除气牌，感觉一点用都没有哎，拿个护盾好了。Level up， 获得一个最大的魔力，开场时对所有的敌人施加一次双动效果，阻塞时获得20点的护，哎，什么意思啊？阻塞，完全听不懂。先来拿一个最大魔力好了。接下来上面有只龙耶，来走看看好了。耶耶耶耶，敌人也跑太快了吧。哦，我在他的正前方都是跑掉耶，原来如此，要怎么打、啊、这个时候应该用这个哦，来我试一试哦。呀呀，打不中，所以我用随机的哦，看来是这样子耶。地雷区，哇，这好强哦，射击一次集中时留下火焰，大地龙。然后呢？看那个图面好像没有打到敌人哎。但你移动之前发动岩石破坏三格子处，破坏你身后的格子，不要。那来拿一个所有的格子都放置地雷好了。他超好的，会帮我补血。等一下，停停停。哒哒哒哒，去死！耶耶耶，会砸自己人呢，你当？耶，补血补血补血！迷你雷电，雷电攻击四格子外的格子。我来看一下图哦。哦，这是我之前拿的嘛，交叉火力攻击对角方向的所有格子。啊，这也还好，碎片投掷。碎片投掷感觉比较有趣耶。来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应该是小 boss 吧？哇 ，Kimo， 这什么东西？超恶的，看起来就不是三类。哇哇哇哇！啊不内，砍一下。OK OK， 再一集。Yes， 有一种越打越顺的感觉。获得一个神器，不动流冰。造成双动伤害的时候获得一次的联动效果，我有双动吗？好像有一个耶，获得2点的防御。拿个防御比较实际一点。上面感觉像是商店一样的东西，那下面呢是补血吧？走看看上面。是耶，这什么东西？哦哦哦，他会跑，他会跑，他会跑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完全看不出来是什么。我右上角有在收集耶，现在已经121了。获得神器，被击中时获得10防御力，持续一秒，蛮有趣的。四格子已经拿过了，前方发生一格发生，哎、欸，每格一格发生爆炸。来看一下好了，我、哦、是超强的耶，拿下。它范围好广哦，来吧。看我的商品吧，开启牌组就可以了。等一下，怎么开启牌组？我有没有学到欸？哎 ？I 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查看你的牌组和神器。Type 可以升级咒语 ，G 是移除牌组中的咒语，提升找到特定的咒语的机会。哦哦，喂，这画面好美哦。我现在的牌组是不是太多了？但是我。其实也搞不懂哪些是不需要的、欸。咒语神器有治疗250的生命值，洗牌时会获得20点的护盾，这好强哦！可以买一个试看看吗？契约，可升级法术的，怎么样？看不大懂哎、欸，来买一下这个好了。然后已经没钱了，立马没钱。契约呢？契约可以买吗？那按看看，啊，没什么差哎，啊嘞，完全不懂。所以契约是直接拿就可以的东西吗？还剩50的话，来拿一个反击好了。OK OK OK，
升级哦，闪电还蛮强的，升一次看看。啊，没了，闪电 FWO， 这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攻击超高的，不过它会排除140点，45秒。来，这个试看看好了。所以升级之后的样貌也不大一样了。好了，看起来差不多了，打回去。来吧，第二次的 BOSS， 我打不打得赢啊？哟，范围超大的，哇，地雷超广，等一下那个太强了吧？看到他打我的时候，记得先离开就对了。等一下，地雷，先踩掉，太危险了。等一下，敌人的攻击太猛烈了，我手按不来，怎么办？等一下，那个地雷的范围真的是要修远。来，你送我地雷，我也送你地雷，去死！没有魔力啦！啊，好难！这什么东西？护盾。一瞬间变慢了，那是我神器的效果吗？又是这个解体啊！等一下，呀呀呀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要更多的魔力，我知道，我现在已经很努力了。先来加一个护盾，一滴，还没完呢。这个中间是没看过的，不过我们先走一下上面的好了。哇，会回来的，还帮我补个血呢，傲娇。进军废墟，就是差不多的地图哎。我觉得攻击模式越来越恶心了。我那个雷电有时候都看不大清楚。等一下哦，试一下冰。没打到，不过冰是范围性的吧？哟西，哇 ，Kimo 这什么东西？对，那只好烦哦，穷追不舍。交叉火力有看过了，然后这个呢，在四格外创造一类的火焰，粉碎相邻的格子，不要粉碎我的格子好不好？拿这个，然后双动伤害魔力，没有一个格子损坏的时候，不要。第一次看到哎，惊叹号，来试看看吧。啊，哑巴又是这个东西。不行，让他死啊！等一下，阿布内，呀，每次被打到，汤，不能打到自己人了，死了，拜拜。那其实范围性的攻击不大好哎，如果没有抓准敌人的行动的话，可能会打到自己人。佣兵射击一次损失2点，不要，会损失我的金币。3点发，向三叉方向射击，获得三位一体。三位一体是指什么呢？叠加3次的时候，这施法时触发效果。对随机的格子射击，三波，每波6次，施加60点的中毒，还蛮有趣的。啊，又是这个。这个会打到我的人欸，刚把他干掉再说。哇，一刀，然后也打不到他，可恶！
这一次的神器好像就只有一个可以选择了。获得三的魔力恢复。伤害交换有看过了，然后水质也好恶哦。被排击中时治疗等同于法术造成的伤害值，排除就是只能用一次吧。瞬间瞬移至对立面的格子，并击中四格处。看不大懂，拿个水质好了。来吧，我的护盾超多的。来，水质给你，送你水质。呀，等一下，这只好烦哦。它范围超广的。哇，来来了，去吧，再次上下 ，yes。哦，这看起来很帅。吃下会施加霜冻的炮弹，气牌不需要，光之剑呢？这有点像是游戏王的剑呢。降下能够定住三秒的剑雨，不要，我想要拿一下这个，好升等了呢。又是惊叹号啊！我对惊叹号是蛮有兴趣的，到现在还是搞不懂惊叹号拿来干嘛，这什么东西啦？他流血嘞！我是要把这个打坏的意思吗？一带，好像也不是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看不，易碎物射击一次施加三的脆弱效果，空中冲刺，这看起来很强大范围穿透效果，使目标退后一格，强力的注射，这集可治疗目标恢复100的生命值，击中目标时发射一次施加80点的中毒排除。拿着搞了，一个神器，我好像快死了，我快死了，先回一下血。然后这次又是商人嘛，对不对？打开牌组，等一下牌组是 I， 然后也没得可以升级的，那至少拿一个治疗包吧，快死了！但是我也没有治疗包的钱，超惨。契约呢？一二，这其实是可以直接拿的，对不对？好像是也不会消耗我什么东西。Service 升级咒语，献出生命，要。升级咒语拿一个看看好了。有什么好升级的呢？升级，这个很强升一次看看。然后又是 MLJ， 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霜冻魔力消耗减一，对三次都会排除，三次并说施加霜冻效果。M 和 J 好像没有什么差别不过它的几率有点不大一样。拿一个魔力消耗减一的好了。感谢，我们回去吧。挑战一下第三关的 BOSS， 我觉得我的生命要陨落喽。